经过去了，我们怎能再回头？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，感谢理事会、李兰海这个机会，在这里度过一个美好的时间。我怎么能够再回头？也怎么能够忘记你？既然要走，你就走，我不会再说你不要走。说你不要走，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。